台湾以前都是很多工程师到美国去，现在很多的工程师学成以后回到台湾来。从1989年到现在，这些人真的是等于是一个叛逆，他们回到台湾来做产品，把技术留在这里，训练了很多年轻的工程师。今天大家都在谈大数据，33年前没有人谈大数据。当我做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开始学这个大数据。不只是说你对 data 统计有帮助，对产品有帮助。今天你要做3纳米、5纳米、7纳米，台湾能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靠的是这个技术。我这一生做很多事情都不完全为自己，把很多的好处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总觉得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福报，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笨的人其实蛮好的。观众，欢迎来到今天的看板人物。您知道吗？台湾在全球的高科技界有世界第一。我讲的不是晶圆代工，而是创新跟研发的全球第一。那么这个创业家就是我们今天的看板人物。固然呢，这个成绩是他跟他的团队经过了30多年所缔造的，但是我们看到更重要的是他内心那一个从来没变过的价值和选择。这是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一起来看今天这一位看板人物。是我们旺宏电子董事长吴敏球，吴董事长。吴董事长，欢迎你来。谢谢，谢谢，谢谢，荣幸。哪里哪里，是我们的荣幸啊！我要跟观众解释啊，这个笨的人哦，这个字是吴董事长写的，这3个字呢也是吴董事长选的。对，我一定要介绍，不然人家说哪有对来宾这么不敬的、啊、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制作单位想请您提个字，你特别选笨的人这3个字呢？这个很重要啊。我这一生做很多事情都不完全为自己，为很多人，包括这个我训练很多人，现在在台湾的各个半导体领域，那么包括我当时做了很多逻辑的产品，都是台湾第一个做出来的、那现在这些人也带了产品到了台湾很多的 IC Design House， 也造就这些人。所以你想想看，我做很多事情不完全为自己，你不觉得他很笨吗？所以我自己承认我很笨。所以对你来说，你做了很多事情，最后收割的不是你，不完全是我，不完全是。在这一次邀请吴董事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才知道原来旺宏电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它是我们台湾非常少数高科技业界，其实在代工这个事业生产上只占旺宏极小极小的这个比例。所以旺宏是一个30年来是以研发，是的，我在美国 Intel 待过，所以在美国所受的训练就是希望能够做出自己的产品。所以我因为受到这个影响回到台湾，只希望能改变台湾从生产导向变成产品导向。那至少我看到有的很多成功的例子，像联发科啦、瑞昱啦，这些都已经很成功的例子了，对不对？或许这些将来会改变台湾的命运也不一定。可是在选择这件事情上，其他通常对人比较难的挑战不是选择我要什么，而是在选择过程当中能够坚持。所以您跟旺宏因为这样，你们曾经拒绝过世界级的客户，对不对？是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哈，当旺宏有一定的价值存在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价值对于客户是有帮助的。所以因此当客户只是希望用很低的价钱来跟我做生意，我就把它拒绝掉了。像譬如说全世界最大的手机的公司要我签约才给他做生意，我跟他讲说 no thanks。 所以在您的时候，在旺宏内部对于这个价值的认同怎么样？对旺宏来讲也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
我一开始成立这公司的时候啊，只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说我希望能够跟日本竞争，能够把它生产的好，品质做得好。当时我就是希望用电脑来取代人力，所以33年前呢，我就雇了很多统计学专家，开始把半导体的知识那个资讯呢结合在一起。我透过这个方法，把产品做到我们叫 intrinsic high quality，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非常高品质的产品，而不是靠检测出来的。因为靠检测是做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观众朋友，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台湾第一家在 NASDAQ 上市的公司是哪一家？就是我们今天来宾哦，这个吴敏秋董事长所创办的旺宏电子。那时候在1996年，吴董事长还不到50岁。我在读您的这个半生自传的时候，我才晓得，原来您个人不做股票投资，旺宏电子也不做这个股票的财务投资。对的，这个是事实。到现在为止，我只处理过100张旺宏的股票，那是还是给是捐给成大电机系系友会的。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先拉回来哈。最近有人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结果这个书里面讲什么呢？他就说哈，美国很多的企业是因为太重视股票的价值。而消失了，消失了。对啊，开始反映到市场股票对它的股票价值的要求的时候呢，人就会做一些可能看不到长期的活动。所以这是教我们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说经营企业不是为了股票的价值，而是应该有一个10年20年的长期的一个 vision 愿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vision 之下呢，我们把对的技术做好做对，然后我们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价值。我可能需要 invest 20年30年，可对很多人讲无法思议的事情，就是怎么可能说会让你投资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台湾有的人觉得说那是看不见的希望，我只要看到我现在投资下去6个月就要有结果，那你想想看，那6个月在科技领域里面它不可能有什么伟大的发明创新。我认为股市是对我们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太多的变数，尤其人为的操作也好，或是有人放空有人买多，股市跟公司派合在一起操作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们不应该把时间放在这上面。吴董早安。现在时间是早上5点半，各位平常这个时候还在做什么呢？吴敏秋董事长30年如一日，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5点半就准时出门上班。天还蒙蒙亮，路上几乎没有人车，一般人这时可能刚起床甚至还在睡，但旺宏董事长吴敏秋已经开车上路。全球非挥发性记忆体整合元件，吴敏秋一手创立，一身智力，一直是世界级的领导厂商。他充分了解一天只有24小时，精华时间更不能浪费。很好的黄金时间，思绪最清楚。对，我曾经住在他楼下，他晚上9点多就熄灯了，所以他是没办法。你看9点多熄灯的人怎么去应酬？在念书时候的老歌，西洋老歌。在车上聆听学生时期喜爱的歌曲，短短不到15分钟的路程，是吴敏秋少有的轻松时光。因为不喜欢交际应酬，吴敏秋喜欢利用早晨独自一人专注投入工作。我的工作都是讲将来5年以后10年以后，能够领先我们的竞争者。吴敏秋早到的好习惯，连警卫都晓得在大门等着迎接。进入公司内，一个员工身影都没有，吴敏秋独自打电梯上楼。他其实是一个很坚持理念的人，然后呢，极度自律的人。那你可以从他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发现，那个日复一日就是这样做。
原本绝不能被打扰的脑力激荡时光，吴敏球特别让看板人物记者独家拍摄，我们也才能带你一睹董事长30多年的办公室，桌上叠满的书籍与资料比吴敏球坐着还高，可以想见大老板的阅读量。另外还发现他最爱的数字，那个车牌叫 3Q1989， 正好是万宏成立的时间，所以你看我的车后面都是1989。把第一辆车的车牌表框留下，因为 3Q1989 每个字都有意义。1989年第三季，万宏电子成立，吴敏球在台湾半导体产业刚萌芽的80年代走上自主之路。人民跟我谈的时候就说，有机会我们把事情做大，自己研发技术，自己开发产品，自己创造品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去创业呢？所以其实当时就这个说辞把我说动了。吴敏球游说40位留美工程师回台，这40个家庭大多都有妻小，与他一起离开舒适圈。很多的同仁，包括我在内，都是把美国的房子质押，然后抵押一胎二胎，借了钱回来。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妻子儿女都压在他身上。不止背负40个家庭的压力，还决定走一条容易亏损、自主研发的路。很多人不理解，也让吴敏球最常说自己笨。一笔一画，慢而有力。吴敏球提字自嘲，乍看孤独，但他内心早有把握，要持续走这条艰辛的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可能昙花一现的这个胜利，另外一个呢，就是沦为别人的技术殖民地。因为你没有自主技术啊，你至少去跟别人取得授权。你要亏了很多钱啊，很多年的钱啊。不过久了以后，你就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那他们就网红就变成全世界在 RAM 来讲啊，在那个 non-volatile memory 来讲是算是老大了啊。走进员工餐厅，拿起餐盘，到了午餐时间，吴敏球和大伙儿一起排队。三宝，对呀，来三宝是100元，谢谢。喜爱吃广式，有三宝饭都会点。吴敏球跟一般大老板不一样，午餐都在员工餐厅吃。因为我都常在这儿吃啊，所以就给我专用的了。实在太常来了，唯一的董事长待遇就是拥有专属免洗餐具。你看，你们把后面的人全部吓跑了。员工躲镜头跑光光，吴敏球似乎有点寂寞。虽然贵为董事长，仍然喜欢平起平坐。对啊，董事长也是一个人啊，我只是肩负责任叫董事长啊。很多人会把这个当作办公室嘛，我决定就不要啊，我们应该拿来给员工来做餐厅用。大片落地窗，放眼望去是绿树美景。吴敏球坚持把风景留给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员工。吴敏球创业后12年，台湾才开始实施周休2日制度，但万宏早已先行，还逼大家拨空运动休息。现在我们看到有3位年轻朋友在 SPA 区做水疗，看起来非常的享受，就像是5星级饭店一样。但其实这边是万宏员工的活动中心。做完 SPA 还能在50公尺标准泳池玩立桨运动。万宏设立超大间活动中心，因为人才是最珍贵资产，只有员工健康，公司才能维持营运，生产跑在前头。其实员工生病是公司最大的损失。你看我们高科技产业是吧，第一个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是第二个就是技术，其实有了这两个去弄钱就容易了。人才、技术与资金缺一不可，其中吴敏球特别重视人才，他的眼光放在培养下一代，颁奖鼓励研发。因为我们在运动过程中，下面的东西有摔到，所以我们要让它稍微扶一下去做前进。在评审前示范，却频频出错。3段式扫地机器人是学生参加金系奖的创意结晶。赛后，吴敏球也一定跟学生意见交流。其实现在3D电机出现，其实帮助蛮大的，成本又低廉。为成本，现在先不要烦恼。我觉得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先不用烦恼成本，先烦恼说你在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你中间学到什么。这个才是真正重点。从没精简过研发预算的吴敏球，看到学生想省钱，马上强调创意与价值的重要。
吴敏球创金系奖就是希望可以培育科技人才，连2002年公司亏损依旧照常举办。那他把长期人才培育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万宏在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一个纯粹是奉献交易的计划停掉，可是他每年还是几百万就是来做这个事情。不能因为我没做好，所以中间一两年我们把它停下来，但是一停了以后就很难再回来了。尽管不为公司带来利益，吴敏球仍坚持做下去。命是很有常常大的格局，所以有人说他比较孤独一点，说他比较高傲一点，其实不，这都是不了解他。他为什么这样的？他因为他看得高嘛。也许他算是一个孤独的人吧，不过他的孤独是他的选择。若要问吴敏球名字里的球字，他如何用所有做的事定义？不求掌声，不求一时的利益，求的是高科技自主研发力。他总是选择不被看好的路，然而德不孤必有邻，走到最后终能被看见。孤鹰用他的坚持率领大家一同打下台湾半导体产业自主研发的江山。这个报道呢，我一开始印象就很深，想问一下吴董事长，您都自己开车上班？是的。那有司机吧？没有，现在都没有。我今天早上来这儿参加看板人物，也是自己开车过来的。哇，这很特别。不会飙车吧？我会。为什么会问？我就觉得他好像会。因为我是很守法的人，但是唯一我会吃到 speeding ticket。所以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个排行榜，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更容易的进入万宏电子的故事。好，我们来看这个排行榜啊，不过这话蛮特别的，看起来有点科技 feel。 这个是一个我们同仁的一个创作。第一个，万宏是做 IC 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IC 的 component。 所以这些是 component 组成的。对，这是我们的 IC 的 component。那第二个呢，万宏有跟管理局答应他替他管理一个我们叫望远。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fish pond， 里面养的就是有一些锦鲤啦，还有就是这个荷花。所以这个是取材。这吴董事长介绍了画，那我来介绍书。就今年呢出版了吴敏球传，但是这个书的这个标题呢很有意思，它的标题是半导体孤鹰的铁汉人生。这个孤鹰的孤是孤独、孤僻、孤芳自赏、孤傲，这个孤字您怎么解释？就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呢，或者我们做技术是希望走在人家的前面。你一定是唯一的，或者是第一的，对不对？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好，我先来看一下啊，我们这边统计 X半导体，我先全部的把我这边的揭露了，然后我们看吴董要跟我们按照我们的程度跟我们分享哪一个唯一哈跟第一。第三类股上市，好，那后面那边拒绝和解非所，好 PPB。 那吴董，这个里面哪一个对你来讲，这个唯一跟第一是在你的事业生涯对万宏来说特别深刻的？我第一个哈，这个我要讲的就是统计加半导体，所以你们算领头羊？不只是领头，我觉得这个盘你也非常重要啊，因为今天大家都在谈大数据，33年前没有人谈大数据，当我做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就开始学这个大数据，不只是说你对 data 统计有帮助，对产品有帮助，所以今天你要做3纳米、5纳米、7纳米，如何做出这么多的半导体做出 exact 3纳米、5纳米？靠的统计的方法来控制设备啊，所以台湾能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靠的是这个技术。是第三类股上市，虽然这个跟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当时只有第一类、第二类的时候，其实很少数的公司上市。很少公司上市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在海外取得资金所以在台湾必须要先上市，然后才能海外募集资金。所以当时我亲自拜访的萧万长先生跟江炳坤先生，当时他们是金监会主委跟经济部部长，我就跟他们建议是说，公司能不能上市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
不需要用政府来决定。我就用 Intel 为例， Intel 在成立的前十年可能有三次要关门，所以这个上市以后呢，造成台湾科技大为盛行，所以今天台湾的公司是越来越大。那这个也是台湾到现在为止唯一能够做到。我的意思并不是针对飞索而已，就当时飞索的目的是希望把旺宏给 Q 掉啊，所以利用这个美国专利战呢来把我这个赶出这个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就在美国的 ITC Court， 因为这是最全世界最难的一个 Court， 他告我们，我们告他，最后在 台湾在 ITC Court 唯赢的就是旺宏。然后这个呢又跟刚刚我讲的统计跟半导体有关，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做出一个非常高品质，我们叫 intrinsic high quality。 今天旺宏已经把从传统的 PPM， 就是每百万颗里面有几颗 fail， 已经可以降到每十亿颗我们给客户有几颗 fail，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比我们竞争者要好1000倍，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价值我们可以去进到很多的市场里面，他要用我的产品而不是用别人的产品，是这个原因。手放开，这个方向盘仍然会自己转动，其实这就是在模拟自动驾驶的功能。现在有许多电动车都有自动驾驶了，那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于它的晶片，要是没有晶片就没有办法记录行车资料，那自动驾驶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无论是路上的汽车或是救命工具 AED， 都少不了旺宏记忆体。现在你家客厅可能也有旺宏的晶片。任天堂的游戏机，很多民众家里面都有一台，从1990年开始，游戏机卡带里头的晶片就交给旺宏，像是 Game Boy 还有 Wii 等等的游戏机，每一代都有特色。你家有哪一台呢？直到现在，卡带已经变这么小了，任天堂仍然是旺宏的最大客户。疫情期间，民众宅在家 ，Switch 游戏机一度爆红缺货。一人健身没问题，两人对战更有趣。游戏中找到对方弱点再出击。董事长吴敏球30多年前也是如此。他在美日半导体协定中找到切口，让游戏大厂任天堂看见旺宏向刚创业的自己购买记忆体。他们要开放日本市场20%给美国公司，我利用这个机会就打进去了。尽管当时才刚返台不到2年，吴敏球特别在美国成立一间小公司。任天堂在协定下只好选择这家唯一卖记忆体，吴敏球创办的美国公司。吴敏球这招借力使力，让刚起步的旺宏电子有了存活的地基。所以旺宏取得门票，可能取得门票呢，并不代表你能够把生意做大。其实任天堂是一个非常非常挑剔跟严苛的客户。如何让一流大厂任天堂一合作就是30年？关键在吴敏球要求的纪律。你的交期以前都是可以到45天，我们现在要降到1天，这都很多技术上的改善。他最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 discipline。你如果良率太超过你的预期，同时呢交期是固定的，所以呢你不能犯错，你必须按照他指定的时间交出指定的数量，而旺宏的员工呢，一年365天，天天做到。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同仁在这边走的话，就不希望杂草丛生。草地平坦又整齐，吴敏球带着记者走访旺宏总公司外的旺园，18000坪大片绿地是旺宏认养25年的公园。有鱼就表示这个水是很干净的，荷花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很漂亮。干净水源与多样化水生植物需要长时间细心维护。对产品有纪律的吴敏球，对景观的美感一样执着。为了放眼望去的整体感，望远临近总公司的围篱都用树丛来取代。我们还是每一年都拿到园区环境的最优奖，没有人赢过我们啊！我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想做好的事不止一件。喜欢逻辑思考但不擅长应酬的吴敏球，从学生时期就喜欢桥牌，眼神专注，紧盯手上的牌。这安静的游戏深深影响吴敏球对纪律的坚持，因为想赢没有诀窍，谁犯的错少就能胜出。这个桥牌好像是在工作一样，要算。为什么他喜欢用这个了？他可能这个就像运动一样。
连玩牌都在建构胜利方程式。创业33年的吴敏球将求胜思维向下扎根。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经说，如果你有一座花园跟一间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清大的学生还真的拥有了一切，像我身旁像蒙古包的小包厢，其实是清大望红馆的多人聆听席。像这样子的空间拥有了学习、娱乐、休闲三者兼具的功能，所以这个场馆呢也最受清大学生的欢迎。走进清大望红馆，这座吴敏球捐赠的学习资源中心，有看不完的电影、书籍，随你选。如果累了，需要放空一下，也有独特的空间，让学生当成自己家。这一个系馆叫原来是电机工程学系系馆，然后是我念书的地方。回到母校成功大学，吴敏球心情特别愉悦，主动到求学时待过的电机系旧馆，要跟记者分享学生时期的点点滴滴。有的人喜欢坐在后面一点，因为以前那个阶梯教很高，这个窗户以前都没有铁窗的，所以打开以后，夏天打开嘛，然后一翻就出去了。想溜课就是这样溜课法。是你溜课还是同学溜课？哎，没有，我没有这样溜过，有同学这样溜。大学时就严以律己，绝对不翘课。吴敏球50多年前就坐在这间教室萌发创业念头，如今事业有成，要给学弟妹更多创新的机会。望红馆本身在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个创新的精神，推出模型说明建筑设计的巧思。吴敏球回馈母校不只是单纯捐赠，还设下一个特别的条件。吴董事长那时候特别来谈这个捐赠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都告诉他，这是属于全校同学，他必须是离开他原来的科系的组别，培养出来的人没有任何义务的。来望红我们是非常非常欢迎，他不来望红我们也没有遗憾，因为 at the beginning 我们就是说这是为社会培养。2022年5月，吴敏球获得总统创新奖，评审们就是看中吴敏球的人格力。那有必要让大家多知道他的这个，他的创业的精神也好，或者是他做事的风格，还有他用人的态度。吴敏球培育人才的开放胸襟，让总统创新奖评审印象深刻。所以他不是说只有自己的公司好就好了，他是非常 open mind。其实他所带动的人才，他是也有扩散性的，外溢性是非常强的，能够把台湾的这个走出一条不是代工的这一条路线。吴敏球不忘33年前从美国返台创业的初衷，花下无数资本在科技圈分享创新，深耕台湾的科普教育。他一生对半导体业投入的心力，始终率领繁星，30年持续不断的照亮台湾科技产业的天空。其实，在吴董创业到现在的故事里面，在望红还是一个小公司的时候，您是 Nokia 唯一一个创一个记录，就是为供应商修改了条款，像这样的一个算是 privilege 吧。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 case 了哈。Nokia 那时候是如日中天的手机供应商，第一大的，所有人要做什么生意都是按照他的条文。但是他那时候做了一个 model， 就是希望把游戏跟手机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游戏呢，就要靠我的 chip。那我们就要变成他的供应商，所以他就给我一些条件。我说这个条件，我说你等于是强迫我将来可能我会把我自己创立公司够安的，是因为价格的？不是，因为这里面将来赔偿条件啊一大堆哈，它是以无止境的一个赔偿条件，我觉得不能够把公司铺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您的风险是可能就这个单可能会没有了。对，没错，那我就。没有就没有了，没有关系。后来呢？后来他就同意了，我亲自飞到这个赫尔辛基去跟他们谈，谈完以后他同意，就是会有一个 limited liability。然后最后他的底下的同事就跟我们底下跟我其他同事谈说，哎，到底你们老板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可以放这一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看到这么多international 的这个杂志的这个封面，肯定。吴董是肯定望红，其实他对于全球的高科技也是在创新研发制造上是有贡献的。今年总统创新奖的个人奖是很珍贵难得。另外呢，去年
总统也为吴董呢工研院院士的身份有亲自受证。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在报道里看的，哦哟，你爬到上面最高，这是33年前轰动台湾科技工程业界啊，您号召了40个旅美工程师一起回台湾，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啊？发展自由品牌，它会成为一个40个旅美工程师愿意跟你一起回来的愿景。现在大家都在很喜欢说，哎，这是你的 ceiling， 你天花板在哪里？还有玻璃天花板。我们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天花板，那原因做不到很简单，并不是我们能力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的语言英文能力不行。所以我自己也碰到一个经验，在 Intel 我曾经跟一个印度人竞争一个 promotion 的机会，结果他给了印度人，唯一的原因是说他语言比我好，然后他们为了 compensate 呢，就给我了一个叫 FinFilm 的 program manager。 那我说做 module 没兴趣，所以我就离开了公司，去参加了一个 startup。 所以这个是我们华人碰到的一个问题，就会你有一个 ceiling， 这个 ceiling 呢会让华人很多有志难伸。所以当我说，哎，我们回来要去做一个跟美国一样的 startup 的时候，确实已经吸引了一些人回来。可是我觉得他们在美国定居，所以80那时候美国已经是一个相对强盛的。是的。所以他们在美国不只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不只是绿卡，还有包括他的选择，他的家庭，他的人生。那这一切可以号召40个人，那时候为您来说是不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对，确实是。所以那时候在美国沈和森 Mercury 就写了一个文章叫 Reverse Brain Drain， 所以验证从1989年到现在，这些人真的是等于是一个 pioneer， 他们回到台湾来做产品，把技术留在这里，训练了很多很多年轻的工程师。所以我们今天刚刚看到那个黑白照片里，哦，真的很感谢他们，很了不起。我们太偏重了某一个产业对台湾好不好？我个人认为当然是不好。我们有电子五哥，对不对？都是台大、交大、成大毕业的。那这些人去做 manufacturing 的老板，台湾就是以生产为主力的国家的时候，我认为他很容易被人家追上。在这里啊，大家看台湾，现在我们有护国神山，我们有很多这个高科技公司，名列前茅。但是也有人会感叹说，晶圆代工这个产业，因为它过于庞大，使得我们很多年轻的毕业的硕士的这些 IC 人才，他大量的被吸引到。您这方面的看法怎么样？我想我这里先从两个角度来看哈，一个角度是说，我们太偏重了某一个产业对台湾好不好？这个是我们需要 来思考的哈。我个人认为当然是不好。那第二个呢，台湾过去都是在做生产，这个生产并不是不好，但是等于台湾基本上是以上市的人来对抗其他国家的中市，然后用中市的人来对抗别的国家的下市。这怎么说？我们有电子五哥，对不对？这些你看呢，老板们都是台大、交大、成大毕业的，不是都是很厉害的人吗？那这些人去做 manufacturing 的老板，他不是一个浪费吗？如果我们把最好的人拿来做，该做研发的做研发，该做其他的，把它分配起来以后呢，这才是台湾比较 balance。否则台湾就是以生产为主力的国家的时候，我认为它很容易被人家追上。被市场控制了，被全球所控制。所以提到这里哦，天下这本书，我觉得我刚刚讲说是铁汉孤鹰，对不对？它还有一个是谋与识，识哦，就一个领航者来说，识人之明很重要。那我特别想挑出来是说，吴米球董事长他不是以高学历作为你选择人才最重要的一个依归。基本上呢，我认为啊，一个人能不能有创意呢，是看他的逻辑好不好。逻辑啊，对不对？因为你会考试不表示你逻辑会好。我的考试成绩一向不是很好，我喜欢念的可能成绩很好，我不喜欢念的成绩很差。所以我一直在建议我们的同事考逻辑，就是你丢给他题目，看他怎么 approach 一个问题。当他你发觉他很会 approach 问题的时候，这个你就该用，
不是不重点不在他是什么学位或者是什么学校，因为这是一个研发创新为主的公司。所以像我们有一个部门叫 ECL， 啊 ，ECL 是叫 Emerging Central Laboratory。那我们找到最优秀的人，我跟他讲说，你不需要承担公司 daily 的 revenue 的问题。你帮我想，在我这个领域里面，像譬如我做 Flash， 在我 Flash 的领域里面，你去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完全可以海阔天空的去想。所以我们训练了好多人，今天在全世界很有名，在我们这个半导体最有名的叫 IEDM 里面呢，他们很多都已经做到 editor， 甚至会进去做专题演讲。然后这些人呢，还被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来挖，我们硬把它留下来。刚刚我们提到谋与事，那我们来谈谋这个部分哈，就用一个您刚这个创业的第一个十年，是用一个借力使力的策略思考力。借力使力这四个字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一个十年的时候，我们回来了几十个人，股东也给我一些钱，我可以雇了100个人，但这100人能做什么？都要从头做起。是不是？对，所以你的钱有限，你身上手上能掌握的东西有限，很多还是在我们的脑袋。所以我们做事情，第一个要客户，要技术，要产品。那一开始三个都没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还是要找客户。那时候在我们做 non-volatile memory 最大的一个客户叫任天堂，所以我就透过了我们作为一个美国公司这样一个形式呢，就是那时候在美国创业，对对，然后就是取得了这样的一个他不能说 no 的一个机会，他只能跟我买，因为他要 fulfill 20% 每日贸易利差的条件。那第二个呢，我要开发产品，我跟我的同事都是美国回来的，都已经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know how， 所以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呢，给他谈了三个系列产品呢，我们跟他收了$1,600,000，那这$1,600,000就变成我们研发团队的基金。但是我一个6寸厂只能做10,000片，那10,000片是不够的，怎么办？我就去找了这个台积电，那我就跟他解释，他的获利比他拿出的钱要更大的时候，他就给你玩，然后经过他们董事会同意，然后就会给我10,000片的这个钱呢，我来扩充，扩充以后我帮他做。做完以后，这个产能3年以后，这产能就是完全，我就没有再花1毛钱，就变成我的产能。所以我第一个10年是靠这样的方法，几乎在从零做到10亿美元。您了解，这是90年代，10亿美元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可以上 Forbes，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旺宏要进入第四个十年了。是不是好像又有一个扩建扩厂计划，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它的金额高达400亿元的这个投资。我们这个扩厂其实跟大家传统的扩厂是不一样的。现在台湾很多的扩厂都是盖一个新的 fab 啦，然后希望能够这个产能扩充。但是因为我们做 memory， 我们做产品，所以我们并没有这种很大产能的需求。所以我们利用现有的空间呢，我们是希望 prepare 一个生产的机制呢。那我们的新技术新产品做什么呢？我们现在都希望把所有的这个 memory 呢也把它三维化，就是 3D， 就是 3D NAND。 我们现在希望明年后年能够做出192层，那我们已经开始在计划是300层的，所以我们等于说是把 memory 做得越来越便宜，这是一种做法。那另外一个呢，我们 3D 里面我们叫做 3D NOR， 那 3D NOR 是什么呢？它就是不只是储存，而且是希望非常高品质，我们将来对整个系统会有彻革命性的改变，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很难的。那我们的扩展完全是为了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观众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很好奇说，这个吴敏球董事长这个整个创业还有成功的故事里面好像缺了他求学或者童年的那一段，那时候他的环境是什么？我们透过下面两张照片一起来了解，我们来看看这个对比的这个照片。我觉得我想讲的是5个字啊，岁月的恩赐，真的是大成馆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大学的时候。哦，你那个时候是舞剑健身。那时候正好有这个机会去这个表演一下。哇，我们每个人看大学照片都有个感觉，好瘦哦。那时候营养不良。他高中的便当常是白饭配两块油豆腐。是这样，我母亲帮我准备了一碗这个便当，就是有白饭。所以我就到台中一中的福利社买了两个油豆腐。那我的午饭就是一盒便当，两个油豆腐。所以大学真的很瘦。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在打饭的时候，有一堂课，那个课如果是撞到十一点钟，我们吴董事长呢就很抱歉，那个课一定会翘掉。以前呢、啊，这个学校餐厅，通常礼拜一就是新的骨头煮出来的汤，上面一层油水，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就去喝那个油水，所以我一定要在别人之前去喝那个油水。贫穷这件事，它有没有带给你什么不一样的驱动力？我个人认为他是教会我一个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家贫就表示说我后继无援，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寻找你自己的机会啊，这个对我这一生做事其实很有是非常受用的。少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将来一定要赚很多钱？那时候还是有吃有睡啊，所以其实我倒没有这样的想法， even today 我都还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可以看我拿很多钱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这个我认为是让大家一起 share 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好，是2002年，我们那年我们整整亏了100亿，就是把2000年赚的100亿在2002年全部吐回去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要去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当你认为成功的时候就是你失败的开始。吴董创业第一个10年是没有休过一天假，10年没有休过一天假，然后后来呢这个心血管堵塞，所以在第二个10年的时候你有一段时间退居第二线。是的，我讲第一个10年呢，我讲说不只是说没有 regular 休假，我连礼拜六礼拜天都工作，所以我一年365天都在工作，我自己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到了1999年的时候呢，发现我的血管堵塞，好可怕。那这个荣总医生就帮我去做了一个检测哈，发觉我的这个心血管呢已经block 了1公分，那个医生跟我讲说他用最粗的管线，然后在那边敲的时候还会有叩叩叩的声音，可能只有 10% 的人呢说这样的一个心血管堵塞还没有出事的。因此我就在1999年的8月份9月份呢就到了美国去做 bypass， 所以我就回到我的母校 Stanford 的这个医院呢去做了 bypass， 一直到2002年呢，我大概都不太管事。要管事的时候，正好是2002年，我们那年交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糟的成绩单，亏损啊、要亏损，上半年亏损50亿。本来我们认为下半年旺季的时候可以 offset 回来，但是很不幸的那一年不景气呢，所以下半年也要亏50亿。所以那一年我们整整亏了100亿，就是把2000年赚的100亿在2002年全部吐回去了。所以那时候吴董事长又站回二线，然后重新领军。我想请教一下吴董事长，作为一个创业者，通常创业者是不是没有退休这一件事？我想很难啊，因为创业者当基本上等于说这个公司是你的 baby 一样，就像一个父母养一个 baby 不管养了多大，在父母眼前他永远是一个 baby， 是不是？所以我想创业者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因此如果每天我觉得上班还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去想退休了。现在您一般啊，平均一天工作几小时？我现在目前还是12个小时。嗨，好，所以我们的员工听到了，那这个老板都工作12个小时，我们最怕这样的老板。不，我还好，我不会去把员工叫进来就训话的。是这个吴董这一生哈、哦、工业标炳啦、啊，所以我很好奇，像您个人对于成功跟失败，您怎么去看待？
我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啊。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不要去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因为当你认为成功就是你失败的开始，很简单，人都有一个惰性或者惯性，所以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你这样做以后你发觉它是成功的、嗯、你可以得到很多的 return， 所以你就会尝试的用同样的方法去做，但是整个社会你的周遭环境是天天在改变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碰到了什么样的竞争，这个社会有什么新的产品出现，新的应用出现，新的系统出现，我们如何能够再进步啊？所以我认为我是用再进步来取代了成功。那失败这件事情呢？我至少第二个十年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啊，就是说当我们没有 把事情做好的时候，那么那一次事情差一点让网红消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一再的重复，在看事情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教训啊要记在旁边，所以我们不能够犯同样的错误。是，在我们回到今天一开始开场看这个笨的人，我觉得吴董喜欢的这个笨这个字啊、哦、真的是有点像是我们在中文里面会讲到的难得糊涂、哦、有一部分是这个意味吧。您觉得这一生啊，笨的人这样的一个特质带给您很多别人也许很难计算的这个福是什么？其实我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非常聪明的人，很会做生意的，或者很会做这个做那个的哈，我们看到他们都很厉害。但是我认为作为笨，我们希望是能够把很多的好处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总觉得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福报，可能金钱上很好了，有的人是各式各样的，对不对哈？那我认为这个福报呢，其实是发生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会感受到的福报。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作为一个笨的人其实蛮好的。既利当计，天下利。今天谢谢旺宏电子团队，谢谢吴敏球董事长。我觉得您说铁汉孤鹰，这个孤啊，大家要记住，他的孤呢是唯一、第一、独一。非常谢谢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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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敏球董事长，来，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把我这一生的一些经历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也非常感谢 TVBS 给我这样的一个场合啊，来做这件事情，谢谢。